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今天要带来吃便当嘞。那现在冰箱人在逢甲，顾客不能来，然后后来又疫情之后，逢甲这边超惨的。那以前寸土寸金的地方哦，现在真的是一片猪啊。哦，让你大家看一下，猪。这边是逢甲路21巷。啊，逢甲路20巷啦，啊，以前这边是非常非常热闹的，就是整条路挤得水泄不通。然后现在真的，今天是礼拜五哦，礼拜五的傍晚竟然人就是这样而已。哦，那听说已经有改善了啦，听说之前疫情严重的时候是根本没有人的。好，那今天为什么突然跑到逢甲来，就是想到这一家以前读书的时候常吃的那个梅胡椒饭，然后我相信念过逢甲的人都应该知道这家店。好，那今天就来带他们家的胡椒饭跟辣椒饭回家，好，给大家做参考。大家来看这个没有人的逢甲，没有人的逢甲。你们看现在的逢甲真的是有够萧条的，完全没有人。今天是周末，你相信吗？好啦，那就回家再看。再帮大家来看那个梅香的胡椒饭跟辣椒饭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已经把那个梅香的胡椒饭跟辣椒饭买回来了。那我今天买的是都是牛肉的哦。啊，现在已经涨到80块了。好，来，这个是辣椒饭，啊，这个是胡椒饭。好。这是胡椒饭，好，那这个80块，那这个是辣椒饭，哎，这个是辣椒饭，好，那这个也是80块。然后有不吃牛的话呢，就有猪肉的选，还有猪肉的选择，这样，对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这个胡椒饭哦，啊。他店里面的那个胡椒饭就是有牛肉跟猪肉两种啦，哦，然后我是都吃牛肉的，哦，然后他是现点现炒啦，哦，啊，就是牛肉丝啊炒，他们就是炒胡椒，所以这个吃起来的时候胡椒会非常的重，哎，然后会加一颗蛋。然后我之前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有跟大家讲过说，这个东西很像我在菲律宾吃的那个菲律宾在吃的快餐啊，叫 tapas 啊，嘿，那他每次就是一坨那个重口味的肉，然后一颗蛋，然后没有青菜，对，嘿，对，然后这个是胡椒饭，好，牛肉胡椒饭，然后这个是辣椒饭，然后辣椒饭它就有多放那个芥蓝菜，哦，这个是芥蓝菜，对，然后这个炒辣椒这样。好，啊，等一下再吃给大家看哦。然后这两个每一个都是80块，这两种，分别都是80块。然后猪肉好像是65。那我们就来吃便当啊。今天这个应该不算便当啊，就是一个快餐这样子。然后，有念过逢甲的朋友啊，如果你是逢甲毕业的，还是念过逢甲的，应该都会知道这间梅香小吃啊，因为至少说冰箱那时候民国80几年在那边念书的时候就吃到现在了，哦，真的是老店中的老店了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这个，我们先来看它的那个胡椒饭，哦，其实两种的口味都是重口味啦，然后今天就
因为它的分量也不大，所以就两种都买回来这样子。那首先这个是胡椒肉丝，这个都是现炒的。哦，这个超下饭的，哎，肉丝比较难解啊，等一下啊，哎，哎哎哎，还有这个牛肉丝，哦，嗯，因为会吃起来就有那种有一点那个黑胡椒牛排的味道，然后又带点中式啊。啊，毕竟这个是下饭的，嗯，有配饭吃就刚好。它的味道真的是蛮重的，所以你如果不喜欢重口味的话，对你来说可能会太咸。那没关系，饭就吃多一点。然后每一份餐点都会有一个那个这个是不是？这是半熟蛋哦，在里面蛋黄还是生的，我给大家看。哎，啊，是半熟蛋。那其实配放在这蛋来吃是还好啦。那它分量真的不多啊，就是这样一个的话，当正餐我觉得当正餐应该不够饱啊，但当点心 OK 啊。那像他们也是从上午开店就一直到晚上打烊都没有休息这样，所以随时去买也不一定是吃哪一餐啊，下午茶也可以啊。然后再来这就是牛肉辣椒饭，看一下辣椒饭。那这一道就有青菜了，然后一直以来他们都是芥蓝，芥蓝有那个有芥蓝也有那个高丽菜，啊，这是芥蓝。好，然后还有这个牛肉，哎，辣椒牛肉。这应该很多逢甲人很怀念的味道，来，辣椒牛肉，那这个里面有一颗蛋了，所以在下面我就先不挖了。然后那个辣椒牛肉它的那个辣度哈，个人觉得是还好了，然后它吃起来。它吃起来风口感是比较干香的那一种，那牛肉我觉得出乎意料啊，就是说他们家的牛肉啊是没有泡东西的，也没有泡嫩筋，没有泡小苏打粉，哎，它就是原肉下去炒，所以咬起来会比较有口感，但是越嚼越香啊，哦，然后再吃一口啊饭，那像辣椒牛肉跟胡椒牛肉这两种饭啊，因为胡椒它的那个炒起来比较湿润，哦，然后。辣椒炒起来比较干爽，所以两个吃起来有口味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对，就我觉得是怎么说？如果叫你专程来吃这个东西的话，那大可不必啊。但是如果你像我刚用过逢甲哦，就是以前学生时代吃过的话，相信你就三不五时会想再吃一下。好。好啦，那就是今天的便当，哦，然后今天去到逢甲真的觉得哦好可怜哦，现在逢甲真的超级萧条的，
那也希望说疫情赶快过去，然后大家的生活赶快恢复正常。OK， 那这是今天的便当。然后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然后开启小铃铛。好，然后第一手的便当美食情报不漏接。那今天就先到这边，好，各位，拜拜。